甜啊。怎哩？甜，我有件事啊，穿了鞋服的。哦，我都刚才听到这个，我没说到我鞋服呢。你刚才在说，这是我家己第二件色色。色。咪色。就是啊，那爸那妈直直点叫我那个出来男朋友。啊。是我真实实点出来啵。你有接灯啊？我都打票出呐，该人打呀该呀。我已经出来男朋友哦。行。只要伊人就顶嘴我呐，叫男朋友当个那个伊人推嘛。就只要，这是我这是出来够在理由该人拄拄啊，现在无变又无变哦。六，跟我没关系啊。我就该人打，只要就么猫的叫男朋友当个。啊？你拖我到哪？啊？你好哈？我就想你好嘛冒充来我男朋友咋？你就搞我就不当个了。哦。我睇啲日子也是好惡啊，同只白波白熊嘅感受面那些吼，像是那我对你等客，你搞死点做你表现啊？哎呀，明个做咩就该吃吃，该泼话泼话，该钱就钱，啊，为啥咁多啊？那你到底有答案啊？哎，差不多，你我只要少了两百毛，是搞死白人老人结婚了，老板。结婚？啊，这个你放心。然后我靠嘞，那爸那妈也太热了啊！吼，伊人绝对逼我搿个蹦笑。你担心点么？你那只担咩事啊？就当我只人袂带遐大人写着咧，然后带人落来。你冇你气头？气就气。哼。哎，听嘛，爷爷听我只啊。听了娘，听了切哇。哎，我当然要切了呐。我这个大好菜呢，我今来是个本来把偏食我偷拍拍，我这买得来，我分钱都给那个男生来点失败。哎呀，你农民官那爸爸没干的嘛，那爸爸们该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或者老司机，我搞那些爹长舌柱的新人哦，根本没被擦出火花嘛，只有这大官救你。就今日，你就叫我来做炮灰命，本来把大好兄。哎呀，那冇意思，冇意思。是但吼，我都建议你来读一下啊。那爸想借我收听啊，哪三年？还是哪三年？我都好用我新的物件。哼，阿车，我出来了，哈。阿车，好阿车，阿车，你个出来老得劲，哼，暴力暴变。哎。有搞了，蹦起个。